尊敬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。今天我要请我们家三位老板吃好吃的，上我们临江市里吃顿大餐，吃点烤肉。但是我还不太会点，挑贵的呀。那啥不用会，挑贵的就是好。还有什么牛排，哎呀挺贵呢，不能这么点。哎，肥牛行。肥牛行。朋友们看我们这边饭店这个饭菜价高不高，我也不总出来吃，我都不知道这什么价，就是烤肉店的价格。哎，我就知道杏鲍菇烤出来好吃，实实惠惠的杏啊。你所谓的实实惠惠就是肉呗。对呀，你连汤带饭的，反正吃豆腐包就行了。咱不赖别的。爷，来叫一对哈。对对对。我怕又整差辈儿了。这么大点叫婶儿。叫婶儿啊。嗯。这亲戚。嗯。你说我们老三对村的亲戚有多多？我上临江市里吃个饭都能碰到亲戚。我刚才那个婶婶叫婶儿，她在这个店里头上班。这个是人家店给的玉米汁儿。什么没有了？啊，我说冬天吃个这玩意儿挺好，烤肉炉子干，烤挺一样，有碳啊，不是真美。你说他甘家路也挺好的哈，你做宣传是不是上网上去挺好哈？对，俺家也行，俺家美团第一位。没录那啥，没录店名。电视店名不在韩国料理。挺好。玉米汁挺好，哎，还怪好喝的嘞。嗯，那是。咱整点那个玉米回家打个汁喝。有好东西不会吃。嗯。吃也得学。看人家这个店的服务多好，还给烤肉。嗯，烤肉。上来这火自己烤烤不烤？容易烤糊了哈。嗯，里边还搞点啥不？搞点那个辣椒圈三片。嗯，这玩意儿咱还不会吃呢。嗯，然后搞点那个酱。好的。嗯。没吃过呢还。大家好不好吃？嗯，好吃哈。爸，你整一个，你搞一个这个梳子叶，卷一个那个肉。那边是不是有辣椒圈？有三片。这是什么吧？嗯，搞个蒜片，卷上在你那个前面那个小料碗里边。在那个。嗯。三哥，我给你弄一个啊。嗯。哎，你卷上。你还不会吃呢，这玩意儿最好吃的呢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嗯，像海带放蒜片。嗯。那你包的梳子叶什么梳子叶？都挺好吃的。这两天好哈。头一会儿吃。嗯，我爸我妈都没吃过。看我这小婶婶多漂亮。这个是什么肉？那小块的。这是肥牛。肥牛啊。嗯。啊，肥肉香鲜，特别好。啊，挺漂亮。挺新鲜的。香啊。嗯。来，给你包好了，你蘸那个酱吃啊。哎。蘸酱吃。好不好吃？嗯。好，太好了。我三叔管多的那么捧场。我喝的玉米汁香。嗯，我妈喝好这玉米汁儿。玉米汁纯这个就是玉米粒
面放了冰糖，来经过熬制的，可是已经很碎的米粒儿，然后经过大锅放了冰糖熬制好的。啊，我还听直接打上就这样，这个不是。我给你尝尝玉米汁多少年了？熬这段时间已经尝到非常好，然后把那个皮儿过滤出来。这不比别的饮料都好喝？对呀，最起码里边那个硬度添加剂是吧？还有营养，纯天然的。我爸说吃这玩意儿吃不饱，不实惠，不实惠。咱们跟年轻人不一样，这个大的鸡汤汤汁。这是啥？哎呀，还有赠送呢，百合的汤。嗯，多谢多谢啊！谢谢。把豆腐和嫩嫩尝一尝啊！嗯，还有人家店还赠送了。我三叔，就吃就不说话，不是一举起视频就配合我吗？现在也不配合我了。我三叔说，我三叔说，现在我得配合好吃的。这个海带汤挺好喝。好嘞，先告诉声，我给你准备准备。多钱准备？192，你不180就行啊？行吧，够吗？行，早就买就行吧。哎，对，好嘞。还给赠菜，还有赠品，还给打折。来，领你朋友来，一样咱都有面。帮你忙，婶儿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啊，走了，拜拜。嗯，好，那走啊。嗯。要休息的话，快回去玩呗。哎，行啊，回去就在家里去坐坐。回家咱再唠啊。哎，好，回家去找我。准备好茶水啊。嗯，那肯定的。好，走了。早点哥。哎，好。吃饱喝足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吃没吃饱？饱了。吃饱了，太香了。我爸告诉我吃这玩意儿吃不饱，然后刚才又说他吃饱了，你到底吃没吃饱？估计怼不怼你。啊！你花了钱还给你挣了钱。我爸说故意怼我，让我花钱还让我生气，你是什么人？你爸不是疼你挣的钱吗？不想让你出来吃饭吗？我们要回家啦，拜拜。